蒜苔买回来不要总炒着吃了。今天分享一个生腌蒜苔的做法，现做现吃，用它夹馍拌面都非常的下饭。首先把蒜苔切成小段，撒上一把食盐，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腌制2个小时。腌好后倒掉多余的水分，然后加蒜片、小米椒、姜丝、干辣椒、花椒、辣椒面，泼上热油激发出香味，接着加白糖、陈醋、生抽，淋上2圈芝麻香油，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。生腌蒜苔这样做比大鱼大肉都好吃，喜欢的赶紧动手做起来吧。